墨西哥南部的官员表示，星期四至少有1300多名的移民从拘留中心逃走。墨西哥移民政策研究所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，移民站内有大规模的未经授权的人员逃走。该个机构表示，很多的逃离的移民都是古巴人。根据墨西哥移民政策研究所的统计，大约有700多名的移民自愿返回赫帕斯州的中心，而大约有600名的移民仍然在逃。该中心被列为是可容纳不到1000人，但是移民表示有时可以容纳到多达3000人。大多数的移民正在寻求进入美国。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关闭同墨西哥的美国边界，如果墨西哥不采取更多的措施阻止流入美国的移民潮。特朗普认为移民其中很多是家庭，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。